渗入到水管底下，经过了这个过滤以后，它底下有大的集水管，有没有？它有讲集水井，那么这个集水井再用抽水机把它送到蒸汽炉，把集水管穿过河床，水就会进来了，有没有？渗透的方式，把沉降在河床的水汇聚到水中，看影片说故事，对不对？这有没有比 PowerPoint 还好？有啊，我们未来教育小朋友。这样子就有了。今天这些都是各位的工具，好不好？也叫武器啊。阿斌哥叫武器，各位农夫我们叫工具。来供应的话，那么只需要无可解了就可以代替这个高屏西南河堰在汛期的时候。我们都不用请老师来了，我们的老师就在电视上讲，你看。紧急情况，高屏西的集水井发挥救命功能。隐身在山区的80多年来，你看有没有在水底下拍过？未来要在水底下拍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鱼虾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鱿鱼啊，人丢的还是怎样？本来就有，本来就有了，很特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而且又大只，怎么鱼怎么来的啊？是人丢的，不会是人去丢的哈？不是，他。那些鱼生命力好强，对不对？它是这样嗖嗖嗖跑到地底下，然后又，有没有觉得好不可思议哈？你看老师的那种方法，好，快讲完了哈，剩最后两个而已了。哎，这是谁的？来，这是谁写的？哎，这也是古六的吧？哎呦，洪家明的。另外一位吗？哎，怎么跑不过来了？他没有讲话他就只有，他都没有讲话，他就只有拍而已。所以下礼拜的课2个小时要去实际的看人家导览解说，就是周克任老师他要来讲，是不是？还是你们的伙伴？你的伙伴很厉害的哦，对不对？因为香港澳门的是要讲广东话。对对，要讲广东话的，好会听中文。还有小老师是客家人啊，客家话跟广东话很接近，我们要学广东话很快。小时候就看《楚留香》啊，《天龙八部》有没有那些？这个比较，左边就是一个分流，但是它的沙的地方，它用水泥灌起来，它的这是谁的小孩？这是住在这边的。那的小孩。是你拍的嘛？哈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原来是我拍的，太多了。多久了？我的影片太多了。这拍多久了？1年前，小朋友幼稚园，一年级的哈，对，小老师的还小班，但是还有一个4年级的，这个就是你的记录啊，好，马上就可以拿来教学，比我们在外面讲的要那个哈，很快的吸收，好，这是很快的吸收法。待会我们就要把两句姓名讲一讲，待会我们要休息一下，半个小时就要把课上完哦，然后就要出门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外面。好，掌声谢谢。